对不起，我尿急。好了。天琪。拍个照。哎呦，不拍你臭鹅！哎呀妈的！来晚了，看电影吧。最受不了看电影看不到开场了。好了，对不起，一TV忘了吗？好啦，反正也不用去了，医院叫我回去，有个急诊。喂，喂，exchangement 什么意思啊？疏离，隔阂。你最近是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了是吗？晚饭一会儿了，你也不要忘记好吗？喂喂喂，you
天心，天心，我去医院了，两周年快乐。天心，你出来了，给你带了饭和汤，不过等你的时候都让我喝完了，所以我决定请吃宵夜去。陆凯杰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你的未婚妻加班到凌晨，这个时候她不需要什么宵夜，她需要的只是你问一句累不累，辛不辛苦。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厌烦了每天在医院里医治病人，